老铁们，超级小辣椒已经做好了，挑战它真的很辣，求求大家给一个双击吧，太难了，开吃，先搞快肉。真的很辣。第一次吃这个泡泡雪泥，挑战一下啊！这个是化开的，还好没喷出来，再煎一个这个冻着的。我感觉不如化着的时候好吃。腊肠。肥的最好吃，嗯，喷油了。嗯，真是肥而不腻，吃再多就行。都可以吃。今天我们来吃一个香芸啊，大香芸，看到没有？非常丑，越丑越甜，这东西。我们把它化开。啊嘛，单扎了。好，我们尝一下。嗯，非常甜。嗯，
朋友们，这是我们家的烟熏麻辣香肠，你们喜欢吃这种麻辣口味的吗？走过路过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家称王肉八件套混合套餐啊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有什么啊，特别的实惠啊。称王肉两包，一包是一斤的分量，扇贝肉两包，大个头蛋黄率超级高的那种，一包250克，脆口的鱿鱼脖一包一斤重两包，大个头脆口鱿鱼须两包，都是大个头的，一包250克，八包纯肉海鲜只要2.9，包邮送到家，想吃点我主页有小黄车哦。松饼加饭包，豆角炖肉，今天给你们安排一个冰草配酸奶，这个冰草我真的是第一次吃，给你们先尝一下味道啊，味道怎么样呢？你们再去买哦，不要踩雷了。那什么味啊？好清，不好吃。我看那个视频上说那个配什么芝麻酱，我也吃不来芝麻酱，我一天呐，完了，来个酸奶。你看我今天的口红色号好看吗？这个双击哦。